顶姐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就是祭司的生活。利未记当中多次讲到祭司可以吃祭物，即是表达出我们今日每日要去亲近神，经历祂敬拜和颂扬，因为主就是生命的粮。我们过祭司的生活，同样都是要和神会面，就好像出埃及记一次次讲到神是渴望以色列人和祂相会，无论在祭坛、香坛定是至圣所，都要人和祂有深入的相交。祭司的生活亦都包括祝福人，正如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有祝福的姿势，都渴望我们过祭司的生活是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。利未记第二章第三节、六章六节、七章是好多节、第二四章第九节、这里讲到祭司他要吃祭物的，我觉得很重要。主话呢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自己来的就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每日我哋系要吃喝主，即系经历主自己，要得着主自己，享受佢嘅供应。咁大家翻睇睇呢个罗马书十二章啊，咁讲到祭司方面系点噶？祭司会献祭，咁今日我首先将自己献咗俾主当活祭，咁样侍奉咧系理所当然。所以那个侍奉佢都提到，使徒行传十三章咧，那个侍奉神。个根本佢哋就喺度禁食啊，同埋应该系祷告啊。咁就启示二十二章都讲到啦，仆人会侍奉他，有见他的面。侍奉单系净系去传福音噶，或者其他所谓其他嘅侍奉。咁侍奉神，侍奉神自己、哦，你睇使徒行传十三章好清楚。嗱，我根本就系敬拜啊，帮人亲近啊，你祷告啊，特别你心嘅亲近。即是敬拜啊，又经历神自己，啊呢就侍奉神，我都系最核心。但系希伯来书第三章都讲到咧，我以颂赞为祭啊。咁大家睇啦，睇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。嗱呢度咧有时间先，我睇晒第十节开始啦。咁你讲到即系整个约柜同埋上面嘅施恩座，咁呢啲就摆咗至圣所里面嘅。佢话咩啊？二十二节。我在哪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法柜、施恩座上、以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。他说我要在哪里与你相会。我睇睇第二十九章第三十八节。嗱，呢度就系喺外院个祭坛上面献嘅。佢话你每天所以献在坛上的，就是两只。一岁的羊羔，早晨要献这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。第四二节，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作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。嗱，主嗰度，佢话我要在哪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，我要在哪里与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。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，嗱喺度就喺外院嗰个祭坛上边献嗰啲祭，咁即神话咧，我要在哪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我睇第三十章第一节，佢话你要用皱甲木作一座烧香的坛，嗱呢度你详细你去睇啦。第六节，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。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。嗱，呢度睇到一次神提到咧，即系神好想人帮相会。阿神每日咧，神佢心渴想，即系你帮佢亲近，帮佢相会，即系面对面。谂睇到喺个外院嗰度咧，喺个坛度佢献祭，帮主话我死啦，想帮神相会。所以今日我哋帮神相会啦，系主付出好重啦。就主渴望见我面啦，想为我死，想换翻嚟。神佢渴想帮我相会，呢个系爱渴求嚟。
最低受持嗰晚咧，佢向阿爸讲出个哀怨啦。阿主啊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？愿你所赐俾我嘅人，一同我在哪里？谂住而家未翻嚟接我哋，应该快噶啦。咁未之前咧，佢根本佢哀怨就要佢喺边度，我喺边度。咁今日佢未翻嚟之前，佢一定都系而家想你嘅心帮佢喺一齐嘅，你帮我聚埋嘅。呢、這个就系渴望佢愿望。咁另外喺个香坛咧，香坛特别讲到祷告方面嘅，都系帮神佢亲近。但我最渴想我哋去到至圣所里面，帮佢更深嘅相会。喺嗰度冇晒其他嘢噶啦。嗱，去到圣所咧，个香坛度咧，个灯台啦、桌子同埋陈设饼，同冇外院咁多嘢噶，同啲人啊。咁喺至圣所咧，根本就系只有神噶咋，可以咁讲。就系即系神渴望我哋可以更加深嘅喺内室隐密处，即系总之系佢想我由至圣所最近。我觉得外缘咧就系、是、好似我每日得救，我都系已经帮人相会。咁冇个希伯来书咧，我一着耶稣血咧，第二坦然入到至圣所。好啦，今日我都写咗好多圣经喺度啊。咁呢集咧就关乎咧祝福方面嘅，因为祭司咧佢都是帮人祝福。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啦，主要升天他的手势，他就是正祝福啦，他举手开门祝福啦，正祝福的时候他就升天。我觉得好可就是即是变成了他住在天上，他真的几咁渴望祝福我们，即是施恩给我们。我使人想起呢真是好好就是即是先讲到麦基洗德为伯拉罕祝福。虽然打赢了仗呢，实际他都你都可以按人嗰时谂，可能有危险啊！啲人会报复噶嘛？麦基洗德为佢祝福，我先谂起雅各啦，佢帮神摔跤，佢话你唔系去祝福我，就唔俾你走。我觉得太宝贵，今日即系主自己为我祝福。又使我谂起啦，佢有啲即系弟兄姊妹啦，生咗小朋友啦，直接为佢祝福。我觉得主真系祝福喎，真系啊，真系感受主听。你祝福，咁当然都使我谂起主佢地上嘅时候咧，啲人都带小朋友嚟俾主祝福，谂主都话要祝福。咁先讲咗好多祝福嘅嘢，呢度一部分圣经呀，好多啊。咁大家都一定记得以撒为雅各祝福啦，以扫失去咗啦个长子嘅特别祝福。今日提呢方面咧，我都好想咧，我中间咧特别嗰啲有家庭嘅弟兄姊妹啊，爸爸妈妈咧。我觉得你多啲为个小朋友祝福啊，真噶、啊，你时时为干手为小朋友祝福啦、啊，我觉得一方面好美丽，同个小朋友真系会得到祝福啊，同佢会感受爱啊，同感受乜嘢系宝贵嘅，同你自己一定你会谂下嗰宝贵嘅嘢系你子女祝福啊，你都会睇到咩更加宝贵，有咩更加有价值，连小朋友都会体会到噶，系即系我。主真系祝福我为嗰啲小朋友，咁何况你做父母？咁圣上咧根本咧，佢哋嗰啲一家之主啊，祝福啊！啊，所以谂起雅各都为法老祝福，系几宝贵啦。所以咪就皇帝就好大。雅各咁佢知道自己位份更高啊，就搞蒙福啊，真系太宝贵啊！我哋位份就好高啊。咁圣讲好多祝福噶，就为必不你个人祝福，多祝福系好啊。弟兄姊妹，即系年长啲为啲弟妹祝福啊！嗱，我盼望咧，中间可以做爸爸妈妈啲啦，前面多啲为你嘅仔女祝福、啊。即系神系赐福嘅神，佢做人已经话点啊？要赐福俾佢哋。